秦岭是中国最著名最长的南北分界岭，它是自甘肃向东最高的一座山脉。在这个庞大山脉的北坡，延续着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关中平原的历代帝王几乎都将自己的陵墓选择了与它隔水相望的形制。秦始皇、唐太宗、武则天等73位皇帝先后埋葬在这里。而在绵延1600公里的秦岭周围，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那些古代艺术与天地碰撞的极致代表，闻名世界的四大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河南的龙门石窟和山西的云冈石窟，都自西向东依附着秦岭。仅在陕西地区发现的文物点就多达35000余处，馆藏文物60多万件，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它们无一例外都出现在秦岭周围，如此庞大和密集，是巧合还是其他？我们最先感知到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气候。千百年来，中国就有山水一体，山为水宗，山清才会水秀。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则诠释了山水对人居的影响。这个横亘在中国版图中心的庞大山脉，是两个地质板块剧烈运动后的缝合带。穿越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把中国大陆分为南北两半，它特有的姿态对东亚季风有明显的屏障作用。冬天，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人们守着热炕、炉火，才能度过寒冷的季节。而在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却依然青山绿水，春意融融。秦岭有效地阻挡了亚热带的暖风不会北上，北边高耸如云的众多雪山才不至于消融而发生洪涝。水不急不缓，成了哺育中华大地那100余条河流的源头，并将地球数千公里才有的气候带、植物带和动物带全部纳入怀中。有了秦岭的气候屏障和水源，800里秦川才会如此风调雨顺。一座山脉居然能决定中国大陆的自然格局，其地位的显赫足以令人崇拜。中国古老的风水学解释说，因为源头连在遥远的昆仑山，所以秦岭就成为建都关中平原历代帝王的龙脉。这条龙脉最先造就了2000多年前那个统一了中国的古老族群——秦。公元前451年，奴隶制的苍茫暮色悄然落下，
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商鞅给秦国建议的核心是要发展农业，之后才能强化军队。在井田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化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热情。从此，秦岭庞大身躯的两侧，关中平原的小麦、玉米，成都平原的稻谷、果蔬，源源不断地充实着国库。他们是秦国一南一北两个巨大的粮仓。在秦岭略带弧形的壁弯下，高大险峻的山峦有效阻隔了东南方向的刀兵威胁。加之纵贯800里秦川的渭河水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秦人。短短20年间，秦国从一个为六国所不齿的西戎小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但秦并不是在这里播下种子的第一族群，除了5000年前的半坡人在此留下了足迹，蓝田猿人也早在80万年前就生活在这里了。旧石器、陶器、青铜器伴随时代的进步和文字的诞生，人类文明的曙光在秦岭上空显得格外明亮。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这块适合人居的宝地，它也是发现中国猿人遗址最早的地方。人类在这里进化，动植物亦是如此。由于森林被砍伐，狩猎和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公元105年，已经厌倦了宫廷的蔡伦，没有闲暇，就会与家人来到秦岭以南的阳县调养身心。大山的静默让他的内心无比踏实，这里的山光水影成了滋养心灵的源泉。随手可得的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竟成了蔡伦创造出人类第一张纸的原料。在西方人还在羊皮上书写文字的时代，中国的造纸术极大地推进了文化交流和传播，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2500年前，在秦岭脚下，楼观台函谷关的关楼上点起了一盏青灯。这盏灯成了后来照亮人类文明进程不灭的火焰，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值得记忆和回味的地方之一。《史记》记载，老子一直不愿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直到56岁那年，突然一改初衷，在这里停下脚步，开始了《道德经》的写作。秦岭山中那飘忽不定的山岚雾气，似乎就连接着浩渺的宇宙，天地万物相依相存，相克相生，无穷无尽的自然法则在老子胸中升腾奔涌。而这个时候，西方的圣经还孕育在襁褓之中。16世纪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看到《道德经》后，为他取了一个洋名，叫辩证法。从此，老子被推到了辩证法之父的位置。当老子在楼观台上讲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能用如此简洁明了的语言深刻阐释出宇宙万物之间相克相生的哲学关系。而老子的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直到今天都还依然适用。秦岭在地理学家眼里，它是南北方的分界线，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在文学家眼里，秦岭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母亲河。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思想文化，就得益于这座朴实无华的巨大山脉。由于秦岭对气候的屏障和水源滋养，周、秦、汉、唐才会有如此的绝代风华，长安城才会有13朝帝都的繁华。秦岭这条华夏文明的龙脉，它就是中国源。